喜欢我。你既然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要问我？什么时候？就是这几个月的事情。你长得好看，又有钱，就因为这个，我想做你女朋友，你要还是不要？我们不合适。我喜欢了你接近1400天，4年前的一眼万年，我还以为是命中注定。房东好，哎，王大，我忘记我的书，昨天开4S店保养去了。要不我来送唐总吧？钥匙给我。助理发现我的车，我给你送早餐。你给我送什么早饭、主要是昨天那个事情吧。唐总，有事儿啊？我就是给高助理送的早饭，先下去忙了。既然是长期给你，都吃完了。这唐总明天不上班了。要是被猫挠了该怎么办？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刚刚好像在你家看到了女士拖鞋。我有个妹妹。阿静，过来吃东西吧。喜欢一个人就能直接讲出来，还挺不错的。他说他只喜欢我的钱和我的脸。你就信了？明明喜欢人家，你还嘴硬。